花莲圣安宫1月29号、30号两天呢，也邀请到圣安宫书法班及曹长立老师等多位书法家，在圣安宫广场现场挥毫写春联，免费提供给民众来索取，期盼为乡亲的金牛年能够装点家里，也带来平安又美好的喜气。尽管天气冷飕飕，书法班老师仍气定神闲的一笔笔稳健的挥毫。花莲圣安宫29日起一连两天，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。邀请书法班等多位老师在现场挥毫，老师们书写各式各样因应春节对联的词句，供花莲乡亲索取。因为我们花莲圣安宫有书法班，我们在那个书法班，我们曹老师的带领之下，我们每年都有书法的成果展，在我们过年到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春联索取、自由索取、免费索取，所以说希望我们的乡亲这两天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来这边索取春联，也代表母娘保佑一整年大家平安度过，而且希望我们这个疫情也能够赶快结束。而圣安宫同时也展出书法班老师们的作品，29日起一连两天，早上10点到下午3点，书法班老师们将在现场书写因应牛年春节对联的词句，满足乡亲的需求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索取。记者蒋邦彦、简安香报道。